50木油侠 3.0T 柴油动力终于回归了。视频中这两台车是2023款50木油侠运动限量版车型，今天带大家详细体验一下。运动限量版50木油侠外观方面，在2023款所有车型中是最好看的一款。从腕内它都有 GT 运动版套件，主驾驶座椅很舒适，当你坐到这里驾驶视野很 OK， 后排整体乘坐感受也是非常不错的，就像坐在自己家沙发上一样。主要是它的座椅都是采用人体工程学设计，特别适合长途旅行。运动限量版座椅布局一般都是5+2七座 SUV， 当然50木油侠之前就有七座和五座版，这次更新换代同样也提供五座版车型。内饰整体配置比较高，你能够找到最直接的缺点就是它不带天窗。你们有没有觉得天窗再硬派越野 SUV 中真的没啥用？视频中这两台运动限量版木油侠在动力方面搭载的是 3.0T 双涡轮增压柴油发动机，匹配 8AT 变速箱，拥有四驱系统带大梁以及多把差速锁，越野性能很出色，能够兼顾家用和越野的 SUV。 本期先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。